他就是有一点点，就是啊，这边有一点问题。你这个讲太过分了，又道歉。现在你没被打过吧？我跟你绝交，绝交 ，OK？ 以后你不是我朋友。你这个讲太过分了，又道歉。现在啊。哎、欸，哇，那谁啊？我怕我凶他，他是。真是用玩笑也要开。还有这种。道歉，谢谢。道歉。他说他没杀过。对，你没被打过吧？他不是你朋友吗？他是你朋友吗？前昔からいいんだよ。え、今会ったことある？はい。なんだ？不是。没被打过就对了。他一直都是来乱的，但是我一直就是很。他就是有一点点，就是啊，这边有一点问题。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还是有尊重他。然后呢，我还记得他，然后或者是干嘛，我还是会回他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吼，就是封锁啊，或者是恶心那什么。我记得还好，但刚刚你太超过，太超过。杀狗可以吗？给我出来啊！你给我出来！你到现在十几年吧。重点不是你有没有杀过狗了，白痴哦、喔。反正，好，我跟你绝交，绝交 ，OK？ 以后你不是我朋友。